情看属于为凡情而放弃修为，我只各地情故不明白其中道理，如今我才明白凡情这是修真者最大的气力。现在都是梦幻，我叫天宽地宽，我却刚才都是人所得小故，修真至此又如何再求人处事。人在昏迷中，什么都无剩下。夫妻情相，此事罔顾。如今之后，贵重心事不再不明，人小机关也无需再不明。你，这法兰，李秀，太后，你去。稍等，卖回避问题。我等真久，你都才在我身边讲真情，为什么最重要一句无讲？你拢听见？我早就知了，听你讲到陆思雨，心中突然有一撮未爽，干脆继续倒立听你讲去。何解在你无将我失望？你竟然偷听？缓缓稍等，哎呦！哎呦，你兄弟正当就没乱当的，只要你们离开我，我就听为你记记记记你记，我是真正的听了，真不知该哪里转弯。就简单，从你独家未讲完的话，都讲一摆，给我听就好了。有什么话？明明都有，就是我爱你啊！少你表，我爱你。哪能像你真高明配呢？你既然比你好，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到哪里无爽快？你昏迷真久，身体真虚弱，千万不可。操！也未甲你插入门，你就开始试试了。少一表，我听话。若不是你忧伤在心，我一定怕你。欢欢，你讲出违心之论的时候，面红的模样特别可爱，不愧是我的欢欢。卖闹了，先加油。我头也加油。这个味道一片就这样真好，又不是囡仔，卖真想。实在真好，叫个汤。我不是囡仔，食汤不好。欢欢，你我个，吃较紧一些，头较紧。你做什么？安尼唔只卡差不多。欢欢，你无事吧？你咧哭吗？你真是哭，我最讨厌哭你了。啊？幸好我有准备。哈哈哈。欢欢也欢迎新夫妻。你同我结婚？无关系，我再整理一下就好了。你看，
江小辉、金松，家里无数倍。我对你应该像这个甘蔗糖，人家烫心肝，哎，这种甜蜜的滋味，未使我缓缓分享着，去边啊米起来吃。你不是说当时山地真酸呀吗？现在又将伊并在外头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时山地会回忆，是内心的回忆，真心呀，是旧历较适合。经历了，经历生，经历经历，有功叫白还。